就是了，墨迹什么？摔了大不了养几日，我新娘。你站那么远干嘛？ 接着我点儿啊！想都别想！我跳了。哎。 小小的身体，力气这么大呀！好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就好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哎，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这要去广惠庄？哼，聪明啊。哼，怎么？你这是何意啊？莫爷少不得又要说什么，去了便知。哦，对了，金修那边呢，我已经派影子去盯着了。 时机一旦成熟，就会下令营救。你力气挺大呀、啊！